他怎么说的？这个呀哦沙巴呢，他干哦拉拉，你讲讲看什么意思？这个呀哦沙巴呢，他干哦拉拉。呀，土地是我的血，你看到没有？泰卢格族的智慧，永远跟大自然和平共处。所以呢，我们。那你住在山站里边吗？哦 Skadan 那个
好，这个很漂亮，这个很漂亮，一二耶！带到，我们要上山了，带水，同学要带水啊！当然有监视器啊，你看那边的开花喽，但是它就是不结果，哈哈，很奇怪。然后我这边这个一定结果，不见得开花，但是它一定结果。好，所以我靠左，哎，当然要毕业了，耶，没有毕业。台湾观光学院原住民学生资源中心，什么观光学院？来，好，准备拍喽！一、二，耶，很好。所以我才要分享。好的，上面有个大平台等我。在看手机嘛，怎么叠的都不知道哈。超漂亮的，里边更漂亮。你坐一下，我来说段故事给大家听。啊，往梯子上，上面也可以，上面也可以坐，来，阶梯上方也可以坐。有人在下面啊，在捡玫瑰。好，往下走，你们要踩到石头的上缘。好，那个同学一个一个牵下去。可以，你们可以脱鞋子去浸一下水。这边泡冷泉是可以抗癌的。那个可以，绳子比较危险。对位置就不会滑了。
全部要往前直走，不要走岔路。啊，有个教练在当头啊，你带他们到，我们到子母瀑布啊。哎，怎么那么多人还没跟上？好好好，没有关系。OK。不快一点的话，你们就追不到那个子母瀑布去了。啊，往上往上，不要走岔路啊，全部往前直走。不要走岔路啊，全部都往前走。不会，很强。好，这是最后的了哈。好，最后的拍一个，最后一。你们真幸福，人家老师带你们出来玩的。好，这个地方一定要跨过那个有水的位置哈，要跨过，要踩到干的位置。对，好，你们看前面的同学怎么走的啊？一定要跨过有水的位置，这里这里，这里再往上150米就到了。等下上去有一个路啊，向右边走就看到我们那个深潭了。对，这边这边，往上往上。哎，男同学去救一下女同学吧，牵她的手就过来了，要小心啊，不要掉下去啊。对，要踩到，要踩，再接另外一个，很好，好。不要踩到水哦，不要踩到水哦，对，很好，不要踩到水，哎，危险的，一定要踩过来，照顾后面的同学，不要踩到水，对，不要踩到水哦，这边跨过来的时候不要踩到水。你很厉害耶，哎，你去救援别的同学，跨过来，快点，要跨过来，不要踩到水，那个水是滑的、啊、好，过来了，过来了。
段，这一段你要帮助他，然后这一段一定要跨过那个水啊，不要跳到水湿大道上会滑，要跨过来，你要让他，对，好，同学你们往上攻，150公尺右转就到了。太棒了，同学那里哈，哇，好棒好棒！结果你走的是最困难的，还往上爬。帮他拿衣服，这个同学啊，好，我们快到了哈，快到了。原住民的孩子不会爬这个，就不会太过分了啊。一定要跳过那个水哦。OK， 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全部过关。我们12:05离开这里，所以你们要可以泡冷泉就泡冷泉，这可以脱掉碰碰水。
阿盖。那个山我都爬过，要花一天的时间。等下你们到隧道口回头看我，到出去隧道口，出去隧道口，这边很漂亮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哦，来回头看我，一，喂，回头看我，一二耶，再来一个，一二耶，好，太棒了。准备进入我的 YouTube。你的也有。